心动在短暂契合的某一天，凭着直觉，同个理由隐藏一种特别，在注定的环节开始怀疑双眼，你居然让我如此妥协。你厌倦的这个世界，我已一脸呈现，怎么你的苦脸我竟侥幸相劝，却发现两点一线，倒观望时间，你恰好出现。当锋芒结束这段流浪，熟悉的光线将会从心源落回心里。萌萌，你看谁来看你了？萌萌，嗯，朱医生，你好漂亮呀！谢谢萌萌，但是我觉得萌萌更漂亮。我以后可以叫你朱阿姨吗？嗯，当然了。以前的医生每一次见到我就会摇头，妈妈就会不停地哭，爸爸有时候也会发火，但是你就没有。因为阿姨觉得萌萌最乖了。哦，对了，我还有个秘密要告诉你。听说过一段时间，梧桐会来看你。过两天是几天呀？就是你休息几天，而且你还要做检查，等你检查完了，梧桐就来了。朱阿姨，我想快快长大，妈妈说等我长大了就可以养一只像梧桐那样的小狗狗，对不对妈妈？对，妈妈答应你啊。那这样吧，你跟阿姨做一个约定，等你长大之后呢，我一定会送你一只跟梧桐一模一样的小狗，来，拉勾勾。怎么了？当初我真不该嫁给你，生了这么个没出息的女儿。怎么啥事儿都能扯到我身上啊？你女儿这辈子嫁不出去了，你知不知道？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我养她，这有什么呀？你能养她一辈子吗？等你凉透了，谁养她？认识的人中，云深是最合适之的。我们两家门当户对，两个孩子又是一起长大，知根知底。你看看人家老顾，三下五除二就帮女儿把复习周规搞到手了。你呢，对女儿的终身大事不管不问。我怎么不管不问了？为了芝芝，我可没少帮云深啊。现在人家是对咱女儿没那个意思，这个事情你总不能强迫别人吧？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姓顾的一步步吞了你。说你呀，也得为女儿想想。云深，那就是个强扭的瓜。女儿如果嫁过去了，免不了受委屈。哎呀，那只是时间问题。我当初还看不上你呢。
咱们芝芝啊这么贴心，是块冰也能给他捂化了。那我总不能摁着云深的头让他娶芝芝。你是不可以，但是有人可以。顺着不行啊，就给他施加点压力，让他知道你不高兴了。江淑宁现在孤立无援，他需要咱们。哎呀，显然。知道了，知道了。我想想。这扯。哎，那你赶快想个好办法啊。老板，老板，我回来了。那监管部门给的。咱们得到监管部门的亲证了，要这么说的话，这件事情就完美解决了。就算认定我们没有责任，也不代表大众会接受。找回消费者的信任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该怎么办？你去扫描一份发到马来受害家属那边，还有检测结果，一切都要做到公开透明，希望能得到谅解。如果还是有人不相信怎么办？修复是需要时间的，而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把眼前的东西做好。推卸责任还是愿意承担后果，这种差别我相信大家肯定是能分辨出来的。好，实验结果已经出来了，公司权限疫苗都没有任何问题。既然爷爷把这个项目让你全权负责，你就不用跟我说了。你是副总，我得按流程办事。实验室以外的事我不是不懂，我只是以前让着你而已。多说了并不可惜，感觉自己正向世界偏离，从艺术到记会消失殆尽，我们仅有的关系谎言滤清，早会过期，喜欢我算什么好事情。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太想我了。嗯，是啊，刚刚加班结束，就非常的想要见到你。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嗯，
疫苗检测没有任何问题。那真是太好了。你最近肯定累坏了吧？应该回去好好休息休息的。嗯。但是我接下来会非常的忙。抱抱。嗯。给我充充电。那今天就可以收留你一下，我去给你买点好吃的，你先进屋。嗯，我跟你一起去吗？听我的。嗯，好吧。那我帮你做。不用。不用也得用。你怎么来了？妈，要不进屋去说吧。没什么要说的。不用了。妈，我先去上班了。路上小心点啊。好。妈，我先走了。你还真的感谢我，不然你的宝贝女儿就成了失婚妇女了。我送你。不用。一会儿要下雨。没事，我打车。软软，我是来接你回去的。不回，我可以走了吗？软软，能不能不要再耍小孩子脾气了？不要再浪费时间在争吵上，这样彼此都累。我说了我没有再耍小孩子脾气，你听不懂吗？不只是我，爸也这么认为。傅喜洲，祝你孤独终老。软软。吃一点再睡吧。我要去上班了。嗯，又要去上班了。嗯，好吧，我送你。嗯，不行，禁止疲劳驾驶。没关系，你呢先睡一会儿，晚上的时候可以接我下班，然后我们两个去吃好吃的，再去看个电影，好吗？嗯。舅舅，怎么办？我好像爱上了两个人，一个呢是臭脾气的小女孩，另外一个呢是救死扶伤的朱医生。嗯，快走吧，不然我就要反悔了。快点吃饭吧，不然饭凉了。嗯。请进。师哥，怎么了？脸色这么差。有要紧的事情和你说。是坏消息？是。坏消息是，你最近要非常忙，每天加班，不能跟男朋友见面，直到萌萌的手术顺利完成。
萌萌能手术了？我们可以着手准备了，有人为萌萌捐款，完全足够手术和后续治疗。是什么机构？那后续治疗也包括吗？高级机密，上面吩咐的。什么时候了还逗我？我们可要好好感谢一下人家。那接下来就要辛苦朱医生了，舍弃自己男朋友，每天和我朝夕相处了。好，忙吧。嗯。喂，云深，对不起，我一直忙着做手术的事情就给忘了。没有关系，可以理解，加班嘛。那我就直接回家了。谢谢理解，路上小心。拜拜。我们在建模上再做两次实验吧。可是我觉得萌萌的血管太脆弱了。是。我先去洗个手，回来跟你说。请进。给我敬爱的朱医生和他的女同事们，男医生不许吃。谁呀？师哥，别理他，他就这样。你好，朱医生好。你好。朱医生好。哎。肯定是我的小舅舅，哼，一猜就准。Hello， 喂，下班了？
不过今天我不回家住，今天在医院。那你等我一下啊，我马上就过来，给你打包一些吃的。季医生明天有会诊，他出差了。那你的好师哥，祝他一路顺风啊。给我敬爱的朱医生和他的女同事，男医生不许吃。你认真的？反正你的师兄脸皮比较厚，肯定会吃完。哎，那个手术怎么样啊？明天要等师哥回来才行，先跟别的老师敲一下方案。行，那你就安心准备手术吧。奶奶这边你交给我，我等这边事情忙完了之后，我就过去看她。啊？哎，喂。什么声音啊？刚刚没有听到。骗子。哎，声音再大一点嘛，朱医生不用这么小气。好啊，回来补给你。行，我要双倍。朱医生，你快过去看看吧。我跟你说。来，萌萌吃一口啊。吃一口好不好？萌萌听话。妈妈要吃一口，你也吃一口，好不好？哎呀，你说你这喂个饭都喂不进去，看给你惯的。来，张嘴。我不吃。哎呀，行了，孩子不吃，你别硬塞啊。我不塞他吃吗？啊？我跑几条街买的这个，花了多少钱？你看这里的吃的，这儿你在那垃圾桶扔呢，这些不要钱呢。我一天打几分功夫容易吗？我几天没合眼了？知道你累。你别跟一个疯子一样的在医院。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你别在这儿发疯。萌萌，萌萌爸爸，我已经跟你说过几次了，这里是医院。如果你有情绪的话，请你出去。我们花了多少钱啊？给孩子治病，你们除了收钱，孩子治好了吗？我告诉你，这个房间我花钱了，我想怎么吵就怎么吵，你还想怎么着啊？你干什么？你出去，别在这儿发疯。朱医生，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他就那脾气，你别管他。刚刚是因为萌萌他不吃饭，所以他那样，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输液对胃的刺激比较大，萌萌不爱吃饭也正常，但他不吃饭也不是个办法，我给他开点营养液。开什么营养液？又要钱呢？你们的情况我了解，营养液的费用我来付。朱医生，谢谢你啊，总是麻烦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没事。萌萌，别害怕，我阿姨在呢。没事。敏娜，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就算冒很大的风险，也要尽全力为患者争取希望。但是同时你要记住，接受手术中的不确定性，毕竟这才是手术中唯一能确定的事儿。所以别乱想了，早点休息，有好的精神才能完成高质量的手术。你是神仙会算命啊？这个会诊呢，实在是没排开，我会尽早赶回来，跟你一起完成手术。谢谢师兄，晚安。江总啊，马来医疗这件事儿舆论风云总算扭转了，云生在这件事上做得又及时又漂亮了，真是辛苦云生了。
加班加点，没日没夜的。没想到他除了搞搞学术，哎呀，行政也很在行的。我不是说过吧，咱们小富啊，不管做什么职业啊，都得独当一面。长辈们过奖了，这都他应该做的。云深这孩子呢，向来只会埋头苦干，不怎么会说话，恕我们多担待。哎呀，林天，任何的决策者还得是云深这样的懂研发又有应变能力还能提高员工凝聚力的人。可不是吗？请。马来疫苗失效的原因查出来了，是公司合作的一个新冷链公司出了纰漏。正如您所料，是江总那个侄子江俊，他收了公司一大笔户口。去副冷链公司。好的，那江俊怎么处理？先不管他。好的，知道了。兄弟，您就别吵了，没戏。看在你年轻的份上，哥给你指条明路。林天的冷链运输，你插不上手，上面有大人物：林天制药，肖副总；傅云生，财务总监；江树明，江总；还有江总的外甥江俊，个顶个都是狠角色。弟弟，听哥哥一句劝，回去吧。不好意思啊，失陪一下。快递已经签收了。好，那你签好了寄给我。你在哪儿啊？画廊。那我去找你。我在工作。离婚也是大事。如果你想让我签字的话，至少也要当面说清楚吧。好，但今天不行。哪天可以？最近都不行。那就今天。我今天真的没时间。我已经在路上了，一会儿见。喂，云深，你们家江俊呢？你最好告诉我，因为找他的不止我一个，比如川泰冷链的陈总，他倒没什么关系，警察应该很快就会找上门的。谢了。不好意思啊，久等。最近有没有睡好啊？关于离婚协议书，我是净身出户，我不明白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我看你瘦了，是不是最近没好好吃饭啊？我朋友还在等我呢，如果你还没想好的话，那我们下次再聊吧。那这样吧，我们找一家咖啡厅坐下来喝杯咖啡，好好聊一聊。我从来都不喝咖啡的。
离婚协议书如果你没有异议的话，周一就去办手续吧。结婚证在家，你记得带好。我不同意你净身出户。关于离婚这件事情，我会找一个律师，多了解一些细节。所以，我说了很多次了，我什么都不要，都给你。我不要离婚。先出去一下。谁呀？云生。嗯？这你都能找得到啊？这电话都不接了。什么事儿啊？你找我什么事儿？你说呗。收了陈总多少？医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知道啊，行，那我就用报警抓。别！就一百多万，这事一出我就已经把钱还回去了。我也是为了公司好。你也知道我们这一家人，在林天也不怎么吃香。我这也是为了给咱们家争口气嘛。那你的意思是我应该谢谢你了？那倒也不用。毕竟冷恋那也出了一些事儿嘛，我也是为了你，我的好弟弟，我们才是亲兄弟。我不是你弟弟，那你是我爸爸还不行吗？我要是你爸爸的话，你早就被我打死了。不管是什么，总之我们是家人，你不可以弃家人不顾的。你不用拿亲情在绑架我，这事我汇报给爷爷安公司的规章办事。哎，不行不行，云生，傅启周一定会抓到这次机会把我给弄死的。你可以不想我，但是你想想你妈妈，那个章是她盖的。你姑姑知道你拿了回扣了吗？傅启周就算放你，可照样会有人收拾你。傅云生，你是不是吃傅家的米吃多了？你别忘了是江家的人把你养大的，你妈姓江。你是收了贿赂，在冷链公司没有拿到资质的情况下签订合同，惹出了一堆乱子，导致疫苗失效，还让一些无辜的孩子们受到牵连，这就是你的理由。云生，你嫂嫂就快生了，不可以被抓进去的，我求求你，姑姑也不会忍心的。舅舅去世的早，我可是江家的独苗啊！进来，儿子来了，吃饭了吗？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妈，是你同意将军换的冷链吗？冷链出问题了。是的，他收了回扣。这个将军，狗改不了吃屎。儿子，你别生气，我马上让他滚蛋。妈，现在不是谁生气的时候。我想问你，你有没有手机？你怎么弄怀疑妈妈呢？我从将军的反应能看得出来，他的确拿了好处。这个事情非常的严重，我想听你亲口告诉我。我没有。
我不会干那种事，永远都不会。将军带我见过那个程总，那个程总很优秀，单干之前是全球最大冷链公司的高管，业务能力很强，这次给的价格也很诱人。你知道咱们之前那合作方他年年涨价，妈妈这次也是急功近利了。儿子，你看能不能瞒不住的。你是准备举报将军吗？那妈妈会备受牵连的，傅西周也不会放过这次机会。他知道吗？现在还没有归来的公司。我去和爷爷沟通一下，看看两家公司能不能私底下去解决，最好不要走法律流程。你别去了，我自己解决。最好赶在傅西周知道之前，我想你爷爷也不会那么无情的。萌萌，萌萌不怕啊！这次啊是漂亮的那个朱医生给你做手术，你睡一觉就好了啊！爸爸和妈妈在外面等你啊，睡一觉就出来了，我们就不痛了。家属在外面等候。好，辛苦你们了。放心吧。朱医生、季医生还没有到，没关系。萌萌先天性心脏畸形，合并肺动脉高压，体外循环，心脏容易停飘，要多注意。瓣膜切除，需要稳定。家里已经有保险箱了，怎么又多买了一个？这个不一样，这个是爱的保险箱。
去喝点东西啊。好。好几个小时了，医生说马上就出来了。啊！朱医生，听到了吗？怎么样？怎么样？手术非常成功，你们放心吧。谢谢。萌萌出来之后要进 ICU， 经过48小时才算顺利脱险。如果这期间没有严重的事情，是不允许探视的。那他自己一个人？你放心 ，ICU 的医护人员会照顾他。谢谢，你们就是我们的恩人，千万别这么客气，这是我的工作，过了手术这一关，愈后更重要。这船背对我，将南墙冲破。